近年来，我国羽球好手持续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。这次在国内首度举办的2017台北市大运，更是金光闪闪，六项比赛就囊括了五面金牌，包括女单的戴资颖、男单的王子维、混双的王吉林与李佳欣、女双的徐雅琴与吴丽蓉以及混合团体，成为市大运羽球场最大赢家。台湾羽球之光戴资颖舍弃高积分的世锦赛回家参加世大运，成功的将金牌留在国内，让世界知道台湾，看见台湾，以及世大运我们回家比赛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。我感受到台湾人团聚在一起的力量，因为运动让所有人凝聚在一起，用力为台湾的选手呐喊，因为大家的力量让我们看见运动的希望。登脸书 PO 文成功凝聚了国人爱台湾以及支持国家运动的心，想为国家体育尽一份心力的民众，也可以透过运彩，不用花大钱，只要买100元，就有10元自动挹注到国家运动发展基金，帮助政府培育及照顾更多为国争光的选手。运彩今年6月首度将羽球纳为投注标的，提供2017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第6站澳洲超级系列赛冠军玩法，投注9×12减9×17，即将在首尔举办的第7站韩国超级系列赛，以及9×19减9×24在东京举办的第8站日本超级系列赛。运彩也提供冠军玩法，大家可以一起来买运彩，猜一猜谁是羽球冠军，享受买运彩看比赛更精彩的乐趣，同时也支持国家运动发展。买运彩就体育增光彩。中时电子报。